没开到麦啊。好，上次玩到我们现在有一个部长，一个制作人，然后有两个偶像了，软田跟古端。目前整个事务所状况上是良好，应该要开始有收入了。来，我们先做活动啊，先宣传，然后做公演。对，准备出唱片了，先把他们好好锻炼一下。公演，哦，公演好像是要跑时间的。应该是这一条跑完就会做一次公演。好，开始公演，有收入了，公演。体力值恢复时，我看一下，去公演的话，大家体力就会下降哦，像这样哦。来，我们准备雇用一个哈。接着我们雇用一个专家录音的吧。好，首先要先做训练，雇用这个，先来一些比较会训练的，又雇用了两名员工。重金聘请两位老师前来帮忙。您好，制作人，可以再叫我的名字。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问几个问题，应该对我们的行动与日常的运营设计一个方针。我有些想法。真不愧是我啊！今后的方针可以随时改变哦。魔镜娱乐还是个新团队，很多事随时都能更改，不用顾虑。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拍电视剧，电视剧要连拍一个季度，连续3个月，时间会受到很大的限制。哎，新的偶像都是要从电视剧出道的，我们要专注于拍电视剧吗？就这么办吧。すみません。最近我一直在思考，魔镜娱乐应该以什么当卖点呢？我们的团体风格是怎么样的？我们的团体风格哦。我们现在是有一个负责拍照的吧，一个唱歌的。我们应该要是一个聪明的团体，有一种知性的氛围。我们的目标客群哦，我全都要。我们的人才，你希望背景调查严格程度，进行严格调查。社交媒体我们怎么样了？社交媒体好，看过就能发。是否要允许他们开直播？当然没有问题。开直播有时候会收到粉丝的礼物，可以赚一点点，虽说没多少钱，蚊子腿也是肉。我们还要针对偶像的交往问题制定方针，完全禁止恋爱会给粉丝一种蛮横的印象。还好，我们那个冷淡的，我们就不做限制吧，顺应潮流，自由恋爱。薪资的问题，偶像们一定要，让他们自己来找我谈吧。现在刚好聊完了。你们决定好安保的方针了吗？那就一起来吧。偶像要跟粉丝互动，安保的强度，那当然是最高。構いませんよ。禁止任何的肥宅进入。既然提到了演出，我们就来说一下编舞。裙子要穿哪一种呢？还是要穿裤子呢？我们选择。那我们穿长裙吧，走这种知性风格的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公演要注重质量还是活力？质量一定要高，
要好好的练习。你们不懂，我们这边是歌手，我说的那一个是歌手，你懂不懂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一定能一帆风顺的。你看我为了这个染田，我给他请来了最好的录音师，还有最好的舞蹈老师，通通请最贵的。Yes， 来开始练唱，舞端就去练跳舞。研究应该差不多搞起来了。准备出第一张单曲了，没有，第一张我们先来唱一个友情类的，恋爱类的哈。我看一下发单曲是要怎么单曲在哪边？制作新单曲，哎，大家先去公演啊，赚一点钱。制作全新的单曲，我们第一张单曲就叫《陪你昂首直到世界尽头》吧。仅发售数字版，市场营销啊，要有营销类型，然后看一个编舞就可以了。这个感觉还是要做点宣传好了，好，我先做这张，还有编舞才行，仅发售数字版，这首点阅一定至少百万吧。来看看最近有什么合同啊，儿童类型在研究这里解锁电视剧，有一个想拍写真啊，这个古端伦家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你去练舞，你去练演唱，来进去练习，进去练习。古端21岁。2000年出生的，粉丝，男的女的都有，哦，小朋友也很喜欢。他去写真摄影的时候，2倍的加成，非常的上镜，很好很好。现在我们就靠他了，来先吸引粉丝再说。要432，最好是再找一个人来搞研究，不然这个研究有点慢。啊，10万块可以买500点呢，我有钱吗？我有的是钱啊。现在还在一开始的那个训练阶段，多投资一点绝对没错。需要支付遣散费，商业合同还在等。我看一下，黄永杰这家影响力还不错。啊，我们是在投资未来。啊，去练唱，你去练舞，这能力值差好多，很花钱呢。这些东西很花钱，记得做宣传啊，我们现在可是有65个粉丝了。还是我们先开直播，特别活动哦，发5张单曲我们就可以去演唱会了。来，我们先准备开一个广播电台，都还没研发哎，全部都还没研发哎。我
我只能说那都是必要的投资。我们的偶像应该要对，要懂一些，啊，懂音乐吧。摄影快要可以开了，还可以去综艺节目。啊，先摄影，先摄影。我看一下，公演，公演，公演每周可以赚啊，每天可以赚19500，每天公演一次。好，研究可以搞啦。来，那我们先接一接写真摄影的。来，舞蹈做好了，舞蹈当然是要优雅的舞蹈。音乐也来了，第一张果然还是流行乐啊。OK， 发单曲。这样子对一般人的吸引力是非常高的，而且不用制作费用。 Yes Yes， 开始唱歌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，先拿过来，我先作词。差点忘了叫他们去训练，他们怎么都不会自动去训练啊，我不是有选吗？始め。好，练唱，练唱。到底要怎么让他们自动训练？他们好像不会自己过去。BGM 还行吧，就蛮轻松的 BGM。 放心，我们一定发得出单曲。啊，又不练习，来做宣传，可以加7个粉丝。那任务是什么？把宣传公演升到等级。哦，这里有剧情。哎，投资人来了。哎，有什么事嘞？プロデューサー君，当你日以继夜的运营的这段时间，我也夜以继日的去见了各式各样的人，我发现了一些商机。我有个朋友是电视台的编导，哦哈，需要一些问答节目来填补档期的空白。问答节目哦，我们最近也是很忙哎，要不这样，200万。遇到很多同行，有点便宜耶。对方想要的是有最低限度资格的制作人，你需要有足够的人数能被称之为团体。一个人那叫个人活动，两个是组合，三个是团体。而且你们还需要发行过一首单曲，成绩不重要啊哈。よろしく。就这样了。OK OK。我们还要去弄一个帅气的电视剧，爽爽爽哦，可以，之后一定让他们唱爽爽爽。Yes， 大信。合同来了，找一个美丽的女孩。好，谈判一下，44000不行，50000。加点赚吧。唱练习，我们那首单曲做得怎么样了？啊，还在制作。王永杰正在作词。我欠好多钱，小事小事，哪个事务所不是这样的？
来，公岩，公岩。哦，我现在可以累积两个嘞。如果要升级的话，要有三个偶像。嗯？那我们需要再收一个有潜力的家伙。我等再找一个，等再去附近的学校看看。有人在偷懒了，谁？谁又在偷懒？来，这个换电跳舞。Yes。歌词做好了，再来，弹性，好，编舞，去幼稚园啊，去国小差不多吧。他一次是只能做一件事，是不是？そうです。好。把他叫过来，叫过来聊聊天吧。公演一周公演两次。哦，不对，这是一天呢，一天一天来，一天公演两次。演唱能力上升了。Yes。哦哦哦，周刊赚这么多。这一定要去拍一下，去吧去吧，我再跟你谈判一下，13万不错了。哎，去了是不是还可以拿两倍？どうしましょう？来，过来聊一下哈。来，蓝田，你有什么愿望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老实说，他想要主席一首歌，当然。哦，接下来那个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这首歌一定让你大红大紫。观众都会记住你的 Linkin Park。 这首歌要做好久，感觉要一个月之后才做得出来。破亿是有点难啊，我们目标第一周100万点阅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我可以同时弄好几首。哦，我还可以多弄几首，是不是？另外一首也来出一下好了。另外一首《恋爱的红镜头》一样，是由你主唱。开始作词。改个名字哦，他们要改名字吗？不用吧。要给他们想名字太难了。去练唱，去练唱。一个练唱，一个练舞。你搞研究了。他想唱歌啊！现在我们这里是种植的，好不好？种植不重量。来，开始做宣传，先多宣传一点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主席一首歌哦，你是要在演唱会主席哦？好，演唱会主席，等我们办演唱会，一定是你个人演唱会，不用担心。終了，编舞已完成。那这首歌很快哦。Yes。这个怎么没有在作词啊？风筝头开始作词了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始め。OK。老板要来找我了。才刚开始，邪魔するよ。哎哎，他要跟我谈谈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资金方面面临的问题无法置之不理了。不过有个方法可以快速解决现金流。哦，我们有这么大的问题吗？杠杆加大，利润就会增加，亏损也会变大。
如果成功了，回报会与投资成正比。喂，入不敷出，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。哎，不用担心。さて，一切都どうするか。喂，希望你听听我的想法。哎，我这里当然是不行的，我会付钱的。哎，滚！哎，请你滚蛋！哈哈，我肯定不是那种人。啊，做人一定要有原则。Producer 君，欠钱可以跑路啊，但是这种事是绝对不能做的。直到不久前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东西有多么宝贵。为了偿还欠下的道德债，我要帮助我的后辈。好，请你还清这个债款。我不想看到你走到歪路，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。将来我一定会还你的。よろしく。谢谢，谢谢。500万元。马上就可以去，哎，马上就可以来找一个偶像了，开始寻找偶像，再来一个会跳舞的吧。那我们刚好就组好了，一个会拍照，一个会跳舞，一个会唱歌。爸爸卡，写真摄影接了，收入都很不错。作曲也快做完了，終わりっす。哎，然后准备做营销。风镜桃，风镜桃为什么拉不动？这里好像可以开自动训练啊，原来是要在这边开自动训练哦。为啥我突然没有办法控制他？快给我写歌！好，试镜看一下啊，来一些什么样的女孩子呢？23岁，戴耳机的，整活女王，哇，这个人会开直播，马上女菜，15岁哦。都很不错。另外一个16岁的不服输，还有一个14岁的很坚强的女孩子，非常会唱歌。哎，21岁能田秀士，两个都很不错。收这个吧，二哥。好，收两个。哇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竟然会一次收到两个，我不是特别机灵的人。頑張ります。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。很好，很好，又多了两个了。那先叫过来聊聊天吧。马上雨菜来，过来聊聊。制作一个友情的歌好了，跳舞哦，好，再跳个可爱的舞蹈。那差不多可以做直播了吗？队形啊，队形都是这样。这个在做市场营销，所以什么都做不了吗？哎，你有什么愿望？非要说的话，想要主持专属于他的节目。好的，好的。2006年出生的小圈圈不明。
要再多盖几个唱歌的地方了哦，再加盖一间录音室吧，加盖一间录音室。哟，哎呦，你越发壮大了呢。我的目标是征服世界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这栋大楼已经被你租了三层了。新楼层的租金会比之前再贵一点哦。第一层是免费的，第二层也很便宜，第三层我也没赚你的钱。我很想帮你，每提高一层，租金再加一点。好吧，好吧。确实，谁都不想啊。光是接受一次税务调查就足够影响生意了，连你的公司也得花费很多能力。总之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的生意步入正轨，需要租用更多楼层，我就要收更多的钱，好吧？那也没办法，这也是没办法啦。来，雇佣新的员工，老师一定要请最好的。好，请这个羽力辉光这个人特别会作词。作词只有一是什么意思？看一下。開始します。哎，空镜塔真的动不了嘞，为什么？空镜塔是被谁卡住了？这个怎么动不了啊？やった！对了，红镜头可以做了。哎，这个人的作曲有60，跟鬼一样哎。哇，这首歌一定大卖，这首歌一定大卖。我们给马上也唱一首。这个家伙唱什么？好嘞，那你先来一首早安吧，应该是友情又可爱的歌。我的爹杀伤，唱一首，旁边几个给你打头好了。开始作词，做宣传，榕树下，好，榕树下，下一首，榕树下听起来也会红。好，这边都在训练，八八包可以多打一点折嘛？八八包打折88块已经极限了，没有办法。那我们还要做节目。做电视节目，好，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直播吧。是否要有主持人固定出演？好，固定有羽菜、染田跟杏原，五端专心拍照。要不要再请个主持人呢？传奇主持人哦。好，我们请一个知名主持人好不好？这档节目叫做美凤有约好了。好，要先做设计，设计是谁来设计？设计也是我来设计哦。再请一个啊，再请一个比较会设计的吧。我请
个专家过来。八代真纪江，好，就你了。開始します。好的，开始制作节目。美凤有约，美凤还蛮贵的，每周要花110,000呢。做宣传。一楼不用租金，对哈、哦，盖一楼不用租金哦，那也没办法。来陪你昂首，直到世界尽头要发行嘞。終わりっす。OK， 准备发行。风尽头到这了，作曲已完成。再给早安做終了します。開始。来发行，陪你昂首直到世界尽头，售出60份，不错了。啊，林肯帕知名度上升很多。在做，风镜头正在编舞 ，OK OK， 大家去公演一下吧。看来得靠这个节目了，美凤有约，能赚吧？这里必须获取合同了。我先多接一些，多接一点工作吧。好，早安开始作曲。好，公演公演，先多公演一下。这个休息室怎么都不会有人进来了，大家都不想休息。美凤有约，再来要做设计。为什么没有办法设计啊？贷款，我无法再贷款、欸、我借多少啊？我可以一次把它还清、欸、我还欠71,000哦、喔。开始设计，美凤有约，做公演，做公演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我们其实没那么缺钱，我们有在稳定的公演，其实钱没有到很缺。来，多拿一些写真摄影。还有一个特别喜欢拍照的，让他好好的给我们事务所赚点钱。没拿到，我看看他们能力值有什么差。制作特别高的话，这个人成功率是40%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40%。一个是销售部长，一个是制作部长，哎，可以升级嘞。哦，我们公演的钱变多嘞，可以发单曲了，是不是？我的是。风镜头要做营销了。啊哈！风镜头在营销。早安需要编舞，好，早安做编舞。可以做宣传，做宣传，粉丝涨起来嘞！打死有戏说台湾哦，好，之后我们的电视剧就会有。
行要升级这么难？准备来唱点嘻哈的。作曲的现在很闲啦，好，那我们再做一首，这首《快乐崇拜》，感觉也会红的，嘻哈，嘻哈恋爱的，优雅的歌。行けます。やった。好。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。让两个在后面帮你。快乐崇拜开始作曲。公演一下，哎，需要公演一下了。编排已完成。刚是把什么东西给编排了？早安，现在在练。哦，美凤有约，好，美凤有约开始咯。赚了2900块，哎，有5900个观众，哎，增加了不少粉丝哦。不行，哎，美凤太贵了，美凤太贵了。要不然再撑一周，再撑一周，预算蛮高的，说这样子才能做出高品质的这个节目。終了します。营销制作完成，最后我来给洪靖涛作词。作曲60，营销60，编舞也很高。这首洪靖涛，我们对他寄予厚望，再多宣传一下。任务完成了吗？哦，升到等级2了。刚刚博尔本公司打电话过来了，我听说您要去出演电视节目是吗？本地的电视台也发邮件来了啊。我对那个电视台还是有几分了解的，因为是问答节目，要帮你做简单的分析吗？我要体验一下那种意外的感觉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在这次的节目中，你可能会遇到魔镜娱乐潜在的竞争对手，他就是为了小型偶像团体的经纪人准备的。お疲れ様です。放心放心，我们的偶像都是智商比较高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做宣传，歌曲录制，快乐崇拜开始编舞，早安，最后做一个市场营销。有了有了哦，合约终于来了。到底为啥补端？算了，14万也不错了。慢慢拍照，慢慢拍照。写真摄影，爸爸卡，他能力值知道怎么上升了、啊？为什么能力值现在都是红？状态等待中。最近每周可以赚到15万，总共帮我们赚了61万。哦、化妆室、哦、可以提高外貌，我在班啊、哦。对啊，大家好像有点累了，准备去上一下，体力值恢复10点。在搞研究，看一下，作曲都做完了。
哇哇哇，真不愧是专业的，就是这么快啊。哎，每逢有约只能，它是每个礼拜9月22号还会再播出一次哦，就看这一次咯。大家不用担心。邪魔するよ。哎，近况如何啊？没有破产呢。那、啊、当然，哪那么容易破产？今天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，你在本地的关注度已经渐渐平稳下来了。嗯，你肯定不打算让偶像规模止步于本地，全国、全世界的粉丝等着你去开拓。よろしく。今后的魔镜娱乐不是我给你的，而是你亲手打造出来的。没错，没错。你的投资我收下了。哎，这个就是化妆室吗？哎，那这个就是化妆室，可是要怎么用啊？还要请个化妆师是不是？请就肯定要请，就请专家嘛。哎，プロデューサー，请专家，请专家来。开心。大家变漂亮一点，对，通通给我过来变漂亮一点。終了します。我可以发布了吗 ？OK， 早安，准备发行。先发早安吧。可以吧，早安，有赚，早安，小赚19万。粉丝上升了，小众加成，有全新的核心粉丝，不亏不亏。动物周刊哦，好，先去拍一下，寻找美丽的女孩，要多接一些合同了。終了。大家体力有点不足了呢，来啦，我们去做SPA啦。怎么没有人爱练舞？哎，大家都累了哎，那真的得去做一下SPA哎。唱58，有这么累哦？哦，有人了，有人来练舞了，很好。哎呀，音乐的是一直在飙呢。我爸感觉至少要先开到有电视剧哦，我们至少要去出演一下电视剧吧。哎，美凤有约上次怎么样啊？上次有8900个观众哎。嗯，还不错哎，其实还不错。美凤有约先停播了吧，不行了，有点花钱。快乐崇拜可以开始作词了，开了2周，尽力了。美梦有约停播了，啊，先让我的偶像们好好休息一下。这只能回复2点，也太少了吧？大家休息3天啊。合同来了，找一个帅气的女孩去吧。体力值减少中。
还有一首单曲还没发布，好，回来就做宣传。美凤已经没有约了，做一个新节目吧。感觉应该做美食节目比较好吗？开一个美食好了，美食在哪边开的？那美食一定大家都会看的。来，解锁美食，来开个新节目啊！我们美食的不请主持人吧，这样不用钱哎，大家轮替上哈。美食公道博好像不错。每周花10000块，知名度还行。好，开始制作。这个休息室好像放着就会给大家加体力了，每周加2点。哇，感谢球力的纠团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球力都来了，我们等等也要来。要来 POE 了，等大凯回来啊！做公演，做公演。昨天 P 到哪里了？昨天我们 P 到第二章了，很顺利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大家觉得美食公道博能不能赚钱？红镜桃可能要准备发行了吗？再一下吧，再等一下吧。他体力值掉很快。歌词已完成，哎，我们有没有上榜啊？哎，早安上榜嘞！第16名，青年周刊美丽的女孩，去吧。就说早安，你一定醒。世界名曲，再来应该是要准备发行《快乐崇拜》了。他就喜欢拍照。終了します。開始します。好，美食公道博，快做好了。我的制作能力越来越好嘞。红镜桃还要扣一下。啊，那是我们的必杀技。中体力值实在是低到一个不行，这个马上雨菜，这个马上雨菜从来了之后就是一直坐在化妆室，没什么工作让他做，感觉他应该先去练，建议先让他去练。这边也开始训练吧。哎，要解雇要付这么多违约金哦。你去练舞吧。自动训练。五端的自动训练为什么打不开？他出门了就没有办法自动训练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先做十八，先做十八。
破产了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どうしましょう？美食公道簿快做好了，来，快乐崇拜发行。快乐崇拜也卖得不错。再次上升，快乐崇拜不行哎，那只能靠这首了。风劲好，风筝透什么时候要发行？我定在11月左右发行，我目标应该是11月发行。再扣一下。可以让他休假，让没事做的人就是先去休假。哎，美食公道簿啊，预算不足。拍电视剧了，我们准备去拍电视剧吧。来，商业合同电视剧来一张，我们有600个粉丝了哦。为什么每个都请专家？那当然了，要做就要做最好的。来，开始做宣传。来了来了，合同来了。周刊找一个可爱的女孩。好，静远你去拍一下吧。为什么他刚刚不能拍了？他现在是已经有接到了，是不是？近期收入总收入100万，他收入很高哎，大家都有在赚钱呢。哎，这些偶像都有在赚钱呢。到底是哪里在亏钱呢？真是奇怪。与一位偶像谈话，啊，叫过来聊聊天好了。欸，叫这个雨菜过来聊一下吧。都是美凤有约害的。嘟嘟嘟嘟嘟。帅气的电视剧到底行不行呢？主持属于他的节目，只要我们能有现金的话，美食公道簿马上。你好像在为资金发愁啊，你可以去找银行贷款哦。我们的财务状况很好。只要你不拖欠我的租金，我没有意见哦。我只不过是跟你提一下门路罢了。我有个朋友的女儿很想当偶像，她拜托我来找你商量商量。为了女儿的梦想多花点钱也没有关系，再贵的教练也舍得去请。通融一下吧。哦，他女儿的工资以及感谢费，
我觉得他女儿一看就知道一表人才，天资聪颖，来吧。嗯。一年之内主席三首单曲，一年之内要在演唱会唱一次《C 位》哦，好。明天就是世进会，而且他是唯一的参加者，但他并不知道。哦、OK OK， 我看一下吧。哎，这钱的事小事，哎小事，我自己看，我自己看，我先看看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天的应征者好像只有一个，对啊，真奇怪。方田朱英，嗯哼。真的小事小事，四条旅行一年之后，哎 ，OK OK， 针对他的需求，我们需要真诚的予以对应。我看一下啊，他怎么样？他人看起来不错啊，还长得也挺漂亮，可以，我觉得。美食公道博可以吧？今年15岁哦。唱歌跳舞都不太行。没事，哎、这些事情都可以培养的。你来吧。最高！世界终于认可了我的才华、啊。美食公道博马上启动。发表美食公道博第一周有3000多个观众哎，我慢慢做美食公道博要慢慢做，出演者更改一下，来美食公道博有好。这三个15、15、14岁，有这些年轻人来主持。固定班底，下一次什么？10月13号哦，今天播的。来聊聊天吧，小聊一下。谢谢你找我聊天。聊了聊他早上撞到脚趾头的事、他晚上还会听白噪音睡觉哦。拍写真集，那么烘镜头就可以准备了咧。电视台入口，治水胜治郎，您给人的气场也实在是不一样啊。我来解释一下今天节目的流程，我们请了4个偶像团体的制作人，我们会分别录制，请你们回答一些偶像的事，在那之后排名靠前的2位就要上去 PK， 如果没能进入前2名就可以直接离开哦，还有奖励哦。我们正在寻找出哦，音乐节哦，音乐节不错哦，制作人还要回答问题啊、哦？这不是他们自己上就行了。王先生，你是谁？喂喂喂！哦，就是他在那边说那个不二本的坏话，我是一点都没有信啊。那他们好像让前2名进行比赛，你要是表现够好，哎，我要拿第一。谁？他到底是谁？哟，他那时候就是骗我不要去找不二本，但没有办法，我跟不二本的那个羁绊是如此的坚定。驚いたな。这休息室也太小了，地方电视台就是这样。你准备好干趴那些对手了吧？哎，我一定夺冠。对魔镜娱乐是一个很大的机会。最有赚头的还是电视台。省去了请高档艺人的开支，对呀、啊，哦，我那个时候就不该请美凤，真的好贵。よろしく。我就该请那些比较便宜。
接下来登场的是王制作人，这位可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着 Sweet 20的人物。我是魔镜娱乐，那也没办法。魔镜娱乐最有力的招牌是什么？我们的偶像们，我长得是很漂亮啊。那我们正式开始吧。你一定对他们了如指掌，那肯定了。哪个不是魔镜娱乐的成员？简单，是谁？我们的最新单曲是《快乐崇拜》，请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？它应该是一首恋爱的歌。毕竟是我自己写的歌词呢。最后一题就是对成员的理解度。关于马上与菜的选择题，他晚上会听着白噪音睡觉哦。您是如何了解到这一点的呢？直接进入结果公布环节。场入决赛。恭喜是干得漂亮哦，我们进入决赛了。情况有点变化。你知道赢了的话可以出演音乐节目是吧？现在正好有个更好的机会来了，有个国家级媒体在找一些新人参加音乐节目。国家级媒体哦，那这个地方电视台确实是不够看的。能够登场的平台是越大越好，所以这次你不需要赢。这次我不需要赢哦，但我还是得赢。那这样事情就有点棘手了。要是你赢了，你就只能出演小节目了。说白了，如果你赢了，你就会错过一个更好的机会。那怎么办呢？你要做的事很简单，让对手开心的赢就好了。さて，决赛中会问你们一样的问题抢答，答对了就拿一分，答错了对面加一分。要是怕答错了就不要按按钮。よろしく。千万别赢哦。哎呦，这就有点难办了。どうもどうも。我的对手要叫什么名字？那我们的对手要叫什么名字？好嘞，就叫他电狼娱乐好了。对手姓恩名 L，OK 吧？内罗冲你点了点头。よろしく頼むぜ。多谢您的介绍，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电狼娱乐演唱的样子。哦呀，快快为我们展现您自信的来源吧。请问哪个地方看到雪的几率最大？富士山、千里冰海岸、石环岛。我按。哦呀，富士山。正解。回答正确。真不愧是王制作人。不是，为什么这个节目是请我们两个制作人上来抢答？那这个节目还有什么看头？小马唱片公司是哪个行业？小马唱片公司啊，应该是跟音乐有关的吧。小马唱片公司那可是一家唱片企业哦。河内罗露出了淡淡的微笑。东京铁塔在哪里？东京铁塔，这题我让给他吧。河内罗按下了按钮。东京铁塔在名古屋。正解。
即使输得如此的惨烈，但他毫不在意的样子。厄内罗这素质不行哎、欸，他抗压能力挺好的。哎呀，厄内罗看起来输了也没有在意哦。您说的对，我没有王制作人这么聪明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就换个心情。と言いたいところなのです。実は、なんとドッキリ、ドッキリ大成功。哦哦，哈哈哈哈！嘿嘿，今天的赢家什么奖励都没有。但败者的奖励其实也没有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太好笑了。哎，就跟你说过是个有趣的机会，看到你和恩野罗都拼命想输掉比赛，我还是有尽力的哦。哎，虽然说是为了魔镜娱乐，但骗了你，真是很抱歉。哎，没事没事。不二本先生，哎，恩先生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、啊。ふざけてんのか？都是你在搞鬼啊！啊？啊？这可真是个有趣的巧合啊！恩内龙怒气冲冲的走了。这个人怎么对你这么不友好、啊？恩先生是我在之前的工作中认识的，嗯，干得不错。好，加点砖，加点砖。主持属于他的节目，登上当曲榜前五，简单。我们又可以再盖一间化妆室了。来，方田朱音。这间以后就是你专属的化妆室了。我给你请上最好的化妆师。哦，医务室可以恢复体力值。プロデューサー。プロデューサー。好，再准备盖一个医务室吧。開始します。好，把它丢进去。造型设计最大等级40。開始。哦，哦，他能力值都已经突破40嘞，根本没有办法帮他化妆嘞。他直接美丽是81，我看一下，宫进讨现在这样了，宣传，来做宣传啦，我们先做宣传，粉丝终于要破千了，那人家长得漂亮。那我们就给他开一个。开一个旅游节目吧，开采访的好像也行，好，就开旅游节目吧，还是让他去开直播也行，好，不然让他去开直播吧。我看一下，我们先做宣传。演唱会哦，演唱会我们慢慢准备啊。他刚是说他想怎样来着？我看一下，他要 C 位身份出现在至少三首单曲。好，哦 ，OK， 我这个再想办法。风筝透不发行吗？等一
下，等一下，不急。风筝偷是压轴。我们这边先搞研究，然后先把他叫过来聊聊天吧。我对你可是寄予厚望啊，朱茵。这边让大家恢复一下体力，受伤、抑郁，通通都可以过来。高最高值哈，骨端能力也太恐怖了，全部都红红的，到底是啥？哎，有合约，时尚冠军再找一个人，好，骨端去吧。这王冠是负三是什么意思？使用影响力，来，我们聊聊天吧，最近怎么样啊？他稍微介绍了一下他的童年，他喜欢读科幻小说。嗯，咱们多聊聊吧，多聊聊吧。啊，七天之后才能再聊。始め。公演升级，单曲榜的前五名哦。宣传啊，做宣传。他可是我们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偶像啊，体力值也不是很高，演唱也很难练，休假一次就要休三十几天，也太多了吧。评价怎么样啊？大家对他评价都不错。交往情况不明，恋爱对象不明，绝对不会陷入恋爱。这个好像是体力消耗加倍，有公主病啊。哇，节目就要消耗掉他20点体力。到底是啥？我看一下其他人的王冠是什么，王冠都是零。哎，雨菜没事做，然后过来聊聊天，过来聊聊天。距离下一集还差21000哦，等你星星还可以提升哦。好，继续做宣传。使用影响力。哦哦，我有这么多的影响力。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啊？换个话题，他不够信任你啊？竟然不信任我？我可是制作人啊！开心。摄影接了，电视台一直接不到哎。不是，我可是这个事务所最伟大的存在，没有我这事务所怎么经营得下去？哎呀，美食公道博上次。3000多个观众也不错，也不错。演唱会再等等。我接到了，哇，电视剧！想找一个聪明的女生。好，让古端去吧。这边想找一个可爱的女孩，好，古端你去吧。
一个粉丝只能够买一份数字版。没事，慢慢升星。公主哦，公主在化妆啊，暂时还没有什么工作，不急。雨菜的专属节目，影响力哦，这个是影响力哦。哦，那我对他有影响力了。OK， 来过来聊聊吧，过来聊聊。大家都卖的普普通通啊。他已经完全没有体力了，完全没有体力了。好，你可以去休假了，去休假，去休假，去休息，去休息。化妆也是会累的。十一月了，好，轰进套，准备发行。两个宣传弄完就发行。那我们聊聊天吧，最近在做什么啊？他聊了一些他喜欢的电视节目，还讲了他喜欢上书法课啊。过两天发行风筝透啊，准备再发一首。一首帅一点的好了，风云变色怎么样？流行乐，来，风云变色，这首交给你了。大家一起上。五段还是别上好了。这样子男生不喜欢哦。そうです。よし、嬉しい。行けます。好，这样吧，知名度也不错。来，风云变色。Yes。开始作曲。魔镜娱乐的钱为什么变少了？魔镜娱乐的钱怎么没了？怪怪的！哦啊，他不想休假啊，那也没办法，取消他的休假怎么样？喂，哎，我违反了他的合约，有吗？今后你就不用在意合约了。哦，我有违反吗？他有说吗？哎，不行哎，他有问题，他要先讲哎。开心。啊，你好好的训练，哎，真是奇怪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怎么可能？先上单曲榜的前五名。队形。やった！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、よし！风镜涛要唱，一起唱。四千个粉丝就发行，卖四千张还是可以赚得不错的。真武端累了呢，好，信源你去吧。
有有有啊有啊，等大凯啊。这家伙体力值直接是归零哎 ！Oh my god， 他这个体力是归零哎。どうしましょう。開始します。有合约了，美丽的女孩，可爱的女孩。好，雨菜去吧。变色编舞 ，OK， 风镜套发行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风镜套赚了36万，哦，哦，哦，卖很好嘞，卖很好嘞。大家，数字版好啊！流行乐，流行乐真的好棒。数字版。嬉しい。そうです。うん。嬉しい。あれ？他一定要当主席耶。プロデューサーさん。うん。どうしてですか？そうです。哦，没有人想站在后面呢。好了，只能这样了。也是，他还是不错的啦。平衡派，安保严格。哦，哎呦，美食公道博开始有在赚嘞。拜哟，拜哟！我的是，大家可以去做SPA了啦。熊猫不哭，找一个帅气的女孩。好，就交给他了。啊，目前来说状况已经稳定了。可以来去 POE 了。哎呀，经营是真的蛮累的。哦哦，大海，你看我这家公司开的不错吧？计划在下次演唱会上出售的钥匙链胸针，粉丝们对设计很不满。嗯，是我们。这我们要重新设计吗？我们愿意重新设计，硬核粉丝增加了，粉丝很满意。我喜欢魔镜娱乐推出的新周边，但是我更喜欢旧的。哎，存了存了，我要来 P 一下，要来 P 一下。有吗？我有亏损那么多吗？不可能吧，没那么容易倒闭的啦。